月同行。内功成学、元术学都是学过的东西，战术很有特色。我睡着的时候，这九霄一气没出问题吗？快点回来，苏达！既然可以站起来，那您身体应该不恙了。但还是建议继续躺平，让我做一下检查。那个叫洗刀的工匠帮我搭建了稳定仪，现在该他好好道个谢。完成所有收盘任务。身为洗刀小姐，可是设备进去了后，我们好的了量麻烦做临时人才定型。如果她愿意为别人工作，之前就会有组织上的信号吧。如果连一日三餐、日常开学都不能监视，小花的话感觉也合理一些吧。可以让我仔细研究这些上级的设备，再替我解决麻烦，我也不是不愿意合作。好的，那我们冲进工房，将你强行带来这里。实在是非常感谢您的宽广胸怀。今天这场机会，我很快简单放过。那就这样了。我们到通讯区那边看看吧。通讯室这里情况如何？很糟糕，不可能恢复正常功能。咦，好坚决的回答！我不知道别人怎么说，但硬件再差，没有办法靠技术跨越。通讯设备更新换代太快了。我的长处是设备加工，网络通讯方面最多就是会做水晶头而已。接下来要做什么？有什么任务交给我？还不知道吗？还是说，稍等，有外部通讯申请。嗨，这个频道居然还保存着，是什么吗？组长，有什么事？你们现在身处南平市的一座废弃地基站，但实际上是一处小型超管站点。超管的你们乘坐的幽灵地铁，由一位朋友负责维护工作。我可没听说过超管局会把收管设施外包。理论上来说没有。言归正传，你们得去见见这位朋友，把这当作是一种做客的礼节。很好，非常懂礼貌。想必现在你们也明白，现在的你们一定不能再心太上，把自己当作超管局成员。对方是全连集团总裁齐盛，必须尽快送。专心听，专心看。哎，寄人篱下的感觉。我不用去吧，交涉就交给你们。车技早等，一起去啊！明明还有好多事要做，升级设备，建立情报渠道，好忙。神经体吗？之前局长说过让我们继续收管异常，对吧？这一条信息透露着可疑的方向，先聊，既然不想出门就继续分信息吧。在外面找到类似情报的话，你记得拿回信息去哦。我也留意了，组长，我们出发吧。车厢后方设立了一些自动防御装置，来。
顺利完成，上网率最小化。谢谢广大讲义小逆还是小逆，最后别忘了点赞关注评论收藏投币。